我虽然不会感谢这段经历给我带来的苦难，但是我非常感谢我能够勇敢地战胜这个苦难的自己。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我的生活闯关模式从简单模式一下就变成超级困难模式，但是假如我能把这一个副本通关了，那我相信以后没有什么难题是可以难倒我的。穿假肢这个事情一般它需要两个手去辅助来穿，但是我只有一只手就非常难穿上假肢。那么能单手把假肢穿上以后呢，其实就意味着我可以自理了，很多事情我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其实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的艰难的，但是一想到能走路了之后生活又会有其他的进展，又会有很多进步，那么我就觉得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还有我的精神是可以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的，我觉得很多人在和我聊天了之后，他的心态都会变得比之前要好一些，所以我希望我哪怕是可以影响到一个人，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